呼羅山，我就識彈吉他嘅，咁我識彈琴打排球嘅，香港男子排球隊嘅代表啦，嘉賓。Fans Club 是籌辦的系列合，就大概安排了兩個月左右，那那個位數就不是太方便透露住了，就所有的收益扣除成本之後都會捐給九間慈善機構的，所以今天我們就不說了。會不會靜靜雞來？我們都很希望他有機會可以，不過暫時都未知道。除了香港之外，其實國際的不同地方，例如加拿大或者英國的粉絲，其實都有做很多的活動的。例如加拿大有些郵票義賣，或者美國那邊有一些畫畫的小朋友，我們都義賣的。所以我們最主要都是用慈善出發。三、二、三。